天的时间，那经过19个县市，总长是1008公里的一个距离哦，所以这个对于体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那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各位师兄啦，不断的把狮子精神这个发扬光大。那除了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运动，让大家都看得见，那特别是他们每到每个县市啊，都还这个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强孩子啊，还给予奖学金，给予鼓励哦。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多的校长来这边跟大家共襄盛举，也利用这个机会，谢谢我们狮子会抛砖引玉，期许有更多的这个企业，更多的这个赛金人士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弱势孩子。那彰化县政府呢，也知道我们呢，唯有教育呢，能够让我们的一些贫困孩子。才开始咧徛的时候，就开始咧烦恼啊，看会唔会还咱较紧熬的。长话短说，这些重点，事实上我们已经迟到了，我们对县长表示歉意。我们来到这个希望城市，我们这十一天里面将会希望无穷。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能够带动社会里面企业界里面来共襄盛举，来对我们弱势的儿童。能够做某一种程度性的帮助，让这些弱势儿童里面可以知道讲说，我们狮子会和 IMC 都在关心他们。在这里我们的四大主轴，第一个就是要健康骑脚踏车，第二个骑脚踏车是一个环保，那我也希望讲说这些校长们回去跟小孩子讲，第一个身体一定要健康，第二个就是要做环保，第三我们这一次我们所资助的小朋友里面如果有吸毒的，我们一定排除，这也就是要做到反毒。最后的一点，我们希望校长回去让小朋友们知道讲说，所谓环保，这个环保里面正如讲说，我们这次所做的动作，希望小朋友们将来能够在社会上至少做一次对社会有公益的事情，也就是所谓感恩的心。那么在这四大主轴里面，就是我们这次63位勇士里面骑了1008公里所要做的意义和所应该要宣示的。在这里我们祝福彰化县，在我们王县长的领导之下，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希望，让我们跟着希望一起走。谢谢县长。各位贵宾大家好，县府宣国小一位同，感谢国际狮子会30名 A 二区及全国国际东京社对我的照顾，捐赠奖学金让我好好读书，没有后顾之忧，也减低爸爸家庭的压力。因为你们热心捐赠，让我在求学过程中增添一份力量。有人的帮助，我一定会好好用的，加倍努力，不负你的期望。竭尽所能帮助有困难的人，以报答国际狮子会的参与人和地区及全国国际方精神对我的回馈感谢。谢谢大家。